有令，让你们展示自己的女工刺绣。女工不合格的绣女将会被淘汰。绣女们，选花线吧。哎，我来选。哎，这个好看。要绣些什么好呢？这个挺好的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绣条蛇吧，听说宫妃娘娘是属蛇的。小姐，你绣得怎么样了？梅儿，现在我们都是绣女，以后啊，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吧。哦，小姐。嗯，兰心。小姐待我亲如姐妹，吃穿用度从不少我这份，就连琴棋书画也跟着小姐学了不少。要不然，我在这个太子府肯定待不长。从小我们就一起长大，在爹娘的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家人。玉儿，快请进。梅儿，兰心，我可以进来和你们一起绣吗？我一个人在屋里好害怕。好啊，过来坐。哎，来来坐。对，就这儿。手工真不错。来看这里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贵妃娘娘驾到。姐姐好啊。妹妹突然来到，有失远迎啊。哎呀，姐姐，其实自从你搬离宫里啊，这宫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闷死我了。这不来这陪陪姐姐。妹妹心里有姐姐，我真是高兴。妹妹为太子选妃也跑前跑后的，真是辛苦了。哪里，我们姐俩又不是外人。只是这太子府好像没有空房间了。哦，对了，赵妈妈，奴婢在。紫竹院那儿好像还有一间空房间吧？有倒是有，可是放了太多的杂物。赶快让下人打扫出来，让娘娘入住啊。是娘娘。妹妹，委屈你了。哎呀，姐姐，说什么呢？我倒是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款待我。哼！不要，公主。你来有什么事吗？哼，四处逛逛。宫妃娘娘驾到。拜见宫妃娘娘。免礼吧。把刺绣呈上来。是娘娘。娘娘，您看。谁是林玉儿啊？小女林玉儿拜见宫妃娘娘。你这小蛇绣得栩栩如生，而且还是双面绣，真是难能可贵啊。你的绣工和外貌一样出众。谢宫妃娘娘夸奖。
刺绣是心灵手巧、绘制兰心的证明。它对我们女人是一个重要的要求。如果连女工都做不好的人，他是没有资格当太子妃的。